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星之卡比探索发现。在通过隧道这个关卡里面，有四个任务需要完成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做更多跟星之卡比相关的影片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